夜是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丁一号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大会上，跟学童们一起高唱国歌，想要展现亲和力。台下的俄国青少年是一边拍手一边挥舞国旗，还喊着俄罗斯。普丁本人不仅亲自的哼唱，也不断的将麦克风递给合唱团的不同成员，那最后是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落幕，想要展现亲民的形象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